感恩本尊大光体，各位现场跟线上同道，大家早安，大家好。感恩本尊，今天真的很高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农历8月15的大喜之日，我们新竹分会特别举办中秋佳节与光团圆的赞誉活动，非常感谢大家都能拨空在线上或是现场前来参与。今天现场跟线上一样，各分会的分会长，美国有看，刚刚有看到 Linda 哦， Linda 分会长在吗？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很开心能够真正的面临亲自本尊圣诞快乐，所以呢很开心，像小孩子一样整天开心的不得了。感恩本尊很开心了，真的是随喜您的开心。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六听说你们今天要庆祝本尊的生日，所以呢我就很开心了，我说我一定要参加真的感恩本尊，整天是整天就是等着今天了、啊、等着这一时呀、yeah ，真的，感恩本尊，是感谢 Linda 分会长，感恩本尊，是感恩本尊，感谢 Linda 分会长，他刚才提到就等这一刻，好，一样就等这一刻，真的，各分会长都上线，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我们请和田分会长在吗？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分会长，こんにちは，今天听到。是，请说。有听到。好好好，哎，感恩本尊，恭祝天上本尊降诞生日，我非常喜悦。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等到今天的那个10点开始的，所以说我现在很感动。还有呢，我今天有，请一位那个日本人，他是不会。听国语听华语他不会听的，他也是我们的华生中的会员，但今天也有参加我们的那个本尊的生日哦。他现在去哪里了哦？是，就是说我非常非常喜悦，我太太也是一样了，是感恩本尊。好，谢谢分会长。感恩，就是感恩本尊生日，是诞生的。好，谢谢。好，谢谢。会长可以有一个请求吗？可以帮我们用日文帮我们祝本尊中秋节快乐吗？用日文的哈。用日文，虽然我们听不懂，没有关系，分身都懂。感恩本尊。本尊さん、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嗨。嗨，就是这样。是，感恩本尊，ありがとう，感恩本尊，谢谢。岡さん、聞こえます？はい、聞こえます。はい、じゃあ岡さんね、日本語で本尊の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の言葉をこ日本語で喋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はい、はい、我叫那个日本朋友哈，はい、他用日语的庆祝本尊。好，太好了，よかった。はい。この素晴らしい日に。宇宙のエネルギーをいただける日に本尊様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もいただけます。これもひとえに和田様やまたグループの皆様のおかげです。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和田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にお花を捧げます。はいはい。他说他那个这句话是送给本尊那个诞生的花的。他是很感谢的，他能够参加我们的那个这场那个战役会啊，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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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谢大家。是，感谢分会长。高子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哦，谢谢，感恩感恩，我们真的很国际化、全球化了，感恩本尊，谢会长。好。提醒一下，再帮我跟他说一下，关麦克风一下，谢谢会长。岡さん、マイク切ってください。はい。没关系，我们再请我们的会员帮我们
协助他一下。好，感恩本尊。那一样，我们下一位的分会长线上的 Annie 是不是加拿大分会长 Annie？ 刚刚有看到 Annie 了。嗨。嗨，晚安晚安，感恩本尊，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向本尊祝贺，感恩本尊。恭祝本尊降诞快乐，中秋快乐，各位同道中秋快乐，非常激动，好感恩感恩。是，谢谢感恩本尊，所以一样帮我们祝贺一下本尊。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Okay, thank you, 谢谢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thank you, 谢谢感恩本尊，我给 Annie 一个掌声，很好，那个分会长都很棒哎，来再来，还有。泰国王分会长，泰国的分会长有在线上吗？啊，有有有。好，分会长，感恩本尊。哎，感恩本尊。是。国际的同道，大家好。首先恭祝本尊中秋节快乐。那各位同道，中秋节快乐。是，感恩本尊。哎、最近就是全世界疫情都蛮严重的啦，宗教活动都很萎缩，但是我们发现哦，我们本尊道呢。反而是更蓬勃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心不受疫情影响，所以本尊道是真正的展示那个道的殊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而且我们能够又利用这种科技的资讯哦，反而让我们的道啊能够无远流布的那个传播，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这是真正的道，也是我们本尊道要开展新宗教的。也不是说宗教，就是说真正道的真正一个实际啊，所以心里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能够有幸能够这个本尊道，最后再感恩本尊，哎，然后再恭祝大家中秋快乐，好，感恩本尊。是，谢谢谢谢王分会长，分会长，我们也想听听泰文的中秋节快乐。萨瓦迪，往外帕赞，哎，帕赞就是泰文化的月亮。OK OK， 萨迪是萨瓦迪就是，一般我们快乐啦，就是新年快乐啊。所以你在打招呼，萨瓦迪卡是是萨瓦迪，然后往外拍展是感恩本尊萨瓦迪啊，感恩本尊，谢谢谢谢感恩本尊，我们给会长一个掌声。香港分会长何小芬同道有在线上吗？喂喂。是、欸，早上好，早上好，感恩本尊，感恩本体。我们今天可以在本尊的线上哦，可以跟本尊一起来贺诞，我们是太幸福了，真的。也许我先开始一下哦，就是用我们这里的地道的广东话去给本尊，贺诞。感恩本尊。感謝本尊中秋節之中來到大地去救度眾生，祝賀本尊身體健康，中秋節快樂。好，多謝啊，多謝啊，多謝啊，感恩本尊啊，感恩。是，你有什麼需要跟我們分享的嗎？還是啊，好的好的。因为呢是这样的，我刚才呢就听到庄顾问他说的那一段哦，其实我们一方面是感恩，一方面是复活，真的在大日宗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复活是怎么样的复活，就像是18号就是上个星期六吧，上个星期六，那我香港有一位同道医生卓同道，他在坐车的时候呢，途中呢他就听到两句的歌词，就是香港早期的一首得奖的民歌谣，然后他听了心里面有所感触，这首歌就叫做昨夜的渡轮上，然后他搜寻了一下，然后就把那个贴纸给了我。当我一看，我在唱了一回之后呢，就去做别的事情了。哎，没多久的时候，就开始，就我的本体了，
就来了。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悲从中来了，就一下子想到那两句，那两句是什么呢？就是夜静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把这两句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了之后呢，悲从中来哦，就眼泪就哗啦哗啦的，就一直在流。我知道这两句话就触动了我内在的灵魂。我的法身它就像飞天敦煌的飞天那样的，它就飘过来，它说我就是要让你体会这两句。我知道这个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就是我们有了本尊大日照明，我们有心斜穿，有心路走。这个时候呢，在实相的当中呢，我就看到，大家知道香港不是有维多利亚港嘛，就是从香港岛到九龙中间不是有渡海的小轮吗？就是一个夜色哦，黑漆漆的海上面就有一艘小小的渡轮，它很微弱的一点光，然后呢就在茫茫的海上就在那里航行。可是呢它没有方向，它有时候前进有时候后退，它不知道彼岸在哪里，可是它知道它要去彼岸，可是老是没有抓到彼岸在哪里。这个时候呢，就在茫茫的海上面呢，没有了方向。这时候就在对岸哦，平地突然间冒出了一颗大日。这颗大日呢，就红红的、火红的大日哦，突然间就冒上来了。这个时候它的曙光哦，就像很强烈的那个光，那个太阳光的光线，对了，就这样的投射出来，投射到整个虚空之中。这个时候我回头看那艘小船的时候呢，哎，不知道它怎么样，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已经到岸了，就已经在拍到岸那边去了。这个时候心里面很感动，这艘船终于到彼岸了，终于到彼岸了。然后我们就是回想过去的修行哦，经历了很多的寻寻觅觅，有些曾经在一些道场里面待了20年。这之后自己去寻找，我们一小桌的同道一起去寻找，经历了很多的法门，到最后走了99步，现在一步到家了。真的感恩本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一步到宇宙之光，一步到家了，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复活了，921复活了，是感恩本尊，谢谢小芬同道分享，感恩本尊真的肺腑之言呐、啊，一步到位是不是？主持人从座位走过来都要好几步，我们居然可以一步到位了，只要有光，有光真的很重要。刚刚提到了，等了这么多事，为的就是这一刻，这一刻已经到来了，一定要珍惜，珍惜再珍惜。感恩本尊，谢谢小芬的分享，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感恩本尊。非常感谢各位志工们哦，你们真的是太伟大了，给就是奉献我们太多了，我们海外的同道都非常的感谢庄顾问一般的主持跟一群的志工们他们的劳苦功高啊，是感恩本尊，感恩我的分享到这里了，感恩本尊，感谢大家的付出，感恩本尊。好，那我们下一位澳洲法身中的孙会长应该也上线了，还是孙会长的公子有上线了吗？大家好 ，Hello， 感恩本尊，有，感恩本尊，欢迎欢迎。
好，本尊生日快乐。就是跟我本尊生日快乐看。是，谢谢。好，那就现在哦。好，感恩本尊，谢谢您。我们再给澳洲分会的同道会长一个掌声，谢谢，感恩本尊。马来西亚总会的曾天龙会长。是，会长好。好，感恩本尊，请说，早安。感恩本尊，早安，早安。感恩本尊，恭祝本尊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是，也恭祝在线上的主持人，是庄总顾问马副会长及线上的各位同道如来，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掌声一下，感恩本尊。中秋节快乐。是会长，能方便帮我们用马来西亚话说一下中秋节快乐吗？好，马来西亚话就是 Selamat Perayaan Kegulan。哦，好难，什么？哦，没有重复个十次，我应该也不会。没关系，感恩本尊，你的心意分身收到了，感恩本尊，谢谢大家，感恩本尊，谢谢，谢谢分会长。我们请金珍妈帮我们排一个大陆的同道吧。周星林向本尊大光体庆祝，感恩本尊会长、副会长、主持人、阿妈，线上线下的所有如来。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掌声鼓励一下，感恩本尊。我来自大陆江苏南京，我叫周新年，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非常感恩本尊给我这一次成长的机会，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感恩本尊。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境界，我忽然看到我桌上的镜头。哇，桌上的信龙来到了法界宫，我的法身非常非常的强大，看到我的法身在金龙上，在虚空上，在法界宫，看到我的法身变成一幢幢绚花，一朵朵绚花，一幢幢的美酒，一道一道的素锦，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激动，我在这时候太感恩了，不好意思啊，太感恩了。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在我的法身变得很多很多的一个蛋糕，来礼敬本尊，我的法身带跟着我阿妈来到法界宫，带着我的酒桌来礼敬本尊大光体，感恩本尊，向本尊礼拜礼敬，感恩本尊。我看到虚空上七彩的玄武光在礼敬本尊大光体，烟花焰火弥漫着虚空，弥漫着整个的法界宫，非常非常的感恩，向香气音乐好美呀，诸佛菩萨都在围绕着本尊的大光体，来礼敬本尊大光体，我们的所有祖先，所有的亲人眷属，我们所有的如来跟着阿妈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阿妈来礼敬本尊大光体，感恩本尊。是，感恩本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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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悦。是，感恩本尊。是，感恩本尊，掌声鼓励一下。我整完毕。是，感恩本尊啊。好，那我们再安排一位大陆的同道，王尊同道在吗？哎，感恩本尊，我是大陆的哈尔滨团的，我是四团的，来到那个本尊道，受到对大光体的照耀，我非常感恩本尊，感恩本尊的生日，感恩本尊大光体放光照明，把我们的法性点燃了，非常的感恩。使我的本体显发了以后，非常的快乐。我的法身坐在那个大鹏鸟，来到法地宫，把我的
美好的生活开始了，就在这个法界宫里面，想什么有什么，想葡萄，还有那个所有的鲜花、水果、蛋糕，美好的那个一天都在那个法界宫生活，我非常的感恩，对，太快乐了，来到本尊道，使我的家庭也圆满了，外面就是事业也那个非常的成功。我在这个大光底下受益颇多呀，上线上下的都来买，在本尊生意得到快乐。好，我就说到这里。是，感恩本尊。我们首先邀请加拿大的朱涵英同道，欢迎您赞誉，谢谢，感恩本尊。我用中文、英文、法文来庆贺本尊。太棒了，感谢您。今日是本尊的圣诞，我们都无比欢喜。但今天也是大家能先先后后成就法身圆满的原始起源，故在此除了恭贺本尊分身大光体，也祝福所有同道法身圆满，因为大家都法身圆满是献给本尊最好的礼物之一。本尊圣诞快乐。 Today is the honor one holy birthday. We are all very happyBut today is also the original reason for everyone to achieve Dhammakaya consummation in succession.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congratulating to the Honor One, the Self-Reality Body, and the Great Life Substance, we all wish all fellow to achieve Dhammakaya to be consummated. Consummation of the Dhamma Body for all fellow is one of the best gifts for the Honor One. Wish all Honor One,Holy birthday happy. 现在是讲法文。Aujourd'hui est le Saint anniversary de l'Orhonne, et nous sommes tous très heureux, mais aujourd'hui est aussi la raison ordinaire pour que chacun atteigne la peinture parfaite du Dhammakaya successment. Pour consacrer en plus de féliciter l'Orhonne, le corps de Hélalité de Sol et la grandeSubtime de Luminé, nous souhaitons également à tous les compagnons de Tatang les corps du Dhammakaya pour être consommés. La consommation du corps du Dhammakaya est le meilleur cadeau pour l'année. Souhaitons un journée anniversary à notre année.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加拿大的朱涵英同道。请西班牙的分会会长马丁同道赞誉，感恩本尊。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您好，请赞誉。哦，请稍等啊，这个。好的，感恩本尊。因为我们这边是早上哈，还刚刚开始，那个真的就是说，这个自从参加就学习本尊道到现在吧，感触啊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说受到的体会太多了，我觉得就能够真的学习本尊宋其利的思想啊，感觉这个真的在生活当中啊，还有在这个身体方面，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受益啊。那个就是说这个从哪方面开始说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偶然的机会吧，我是在这个就是互联网上哈，在这个 YouTube 上是看到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信息哈，那个时候就很想哈，就是说自己静下来想让自己的心哈能够就是沉静下来哈，回归本心啊，究竟啊人生那这个年纪了哈，就说是为什么能够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将来哈要去哪里啊，然后呢哈怎样的生活啊，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如何的去让自己更能够啊，就是说为社会哈，为家庭啊，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在困惑的时候呢哈，那时候刚刚也是生意上比较困惑哈，就是寻找答案的时候，就本尊道的视频哈，就是经常哈我能够看到在这个就是网络上能跳出来。刚开始我以为是基督教哈，我也没捋户哈，我觉得
就是看到本尊哈，一个智慧老人，穿着西装革履，然后所有的这个就是同道呢哈，也都是哈精神百倍，然后他们的赞誉就是说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种幸福喜悦和快乐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哈，非常非常的开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组织也好，还是怎么样啊？有一天就是抱着机会呢，就看了一下，好看了一下，哎，我感觉就是能够那个听到啊，就是说本尊的这个尊尊的这个教诲啊和这个开示，我感觉哇，受益非常非常的多哈，就感觉到哈，就是说充满了智慧哈，因为以前我是。也是学佛哈，懂得一些因果关系啊，还有一些就是用佛教理论解释出来道理。那么通过学习本尊道呢，我感觉哈更加清楚哈，实际上真正的哈佛在心中，然后真正的其实我们要想就是解脱啊，我们要想去真正的就是成就自己，还需要和唤醒自己的内心的本体啊，和自己的本心对话。那从那个时候呢，我每天呢都是看本尊道的视频哈，一天呢有的时候是看两个小时哈，看一集，有的时候看两集三集啊，甚至是四集五集，最多的时候一般一天我是看七八个小时啊，感觉非常兴奋，投入其中哈，感觉能量满满，非常幸福哈，随着本尊的开示和引导呢，就是在去演练啊，默默的去演练，在演练过程当中感觉受益非常非常的多啊，受益非常非常的多，就感觉到就是怎么说呢哈，就是能够体会这种和内心对话的这种感受，非常喜悦，慢慢的去体会，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吃食物啊，然后喝茶呀，然后还有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出去的时候比如说想那个就是说安排什么呀，或者工作当中哈突然遇到矛盾，或者是时间没法安排的时候，困惑的时候，就跟自己的本体去对话，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变一下，或者能不能让我这样呀，就是能不能那样，就是说没想到的是，就这种事情是几乎是那个时候哈，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发生，只要我细心体会都能感觉到，就感觉到心想事成的感觉非常的强烈，然后生意上也非常棒，然后因为是满身充满了喜悦哈，就是说能量也很强，身体健康方面非常好，然后和这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也是非常融洽，然后尤其是体会也挺深的，是在生意上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是生意也会增长很多。当然我刚开始没有想，那就是这些哈，我只是想哈，如何去哈，能够啊和自己的本心对话，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内心世界啊，了解本体啊，就是说体会到我们自己的本体才是心中的，上帝心中的佛，就是说。本尊思想真的是哈、啊，涵盖了宇宙所有的啊宗教当中所诠释和阐述的啊这个道理，那就感觉非常的开心。我终于找到了哈、啊，原来我所做的一切，或者是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其实我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自己本体的链接哈、啊，就是和自己的内心去链接哈、啊，天人合一。与自己的本体合一啊，与大光体合一，就是说与本体光体哈、啊、和自己的肉身合一，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境界哈、啊，能够真正的有一天我们会了生脱死啊，能够成就自己啊，就是很开心，然后也遇到很多的景象，那个时候。大概是19年的时候吧，就学习到的本尊道，我也忘记了，大概应该是在春天吧。其实就简单的哈，就前两个就是当时的那种状态啊。因为今天也没什么准备，我也不知道我第一个发言哈，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我是刚开机就让我上来就发言哈，就说这个赞誉哈，非常感恩哈，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哈，也非常的激动。
就是说这个其中有一次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马同道哈，马如来引导我做一些引导啊，就是说随着自己的一个由心而生的这种，比如说是景象啊，还是图像啊，还是说去感受这种实相的过程当中演练之后呢，我有一次的半梦半醒之间就感觉到自己呢就是往上走啊，非常盘旋的感觉，就往上空盘旋的感觉，因为就是看到了自己的那个如来明妃嘛啊，就是说是他穿着就是个子很高哈，然后啊就是很漂亮很优雅的一个就是女人哈，就是走向我，然后坐在我的这个大腿上哈，然后冲我微笑。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这是如来明妃嘛哈，就说这个就是说摸一下大腿，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下意识的哎摸一下看看是不是实体。我一摸这个大腿呢哈，确实是实体，就是真正的这种肉感啊。然后呢就是女的呢哈，她就站起来了，她一站起来我就抓住大腿就往天上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往天上刚旋，我刚感觉哈我自己的身体哈，还有这个如来明妃这个身体哈，它像沙盘一样就是要散开那种，就是像那个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种哈，就是慢慢的就变成光一样的那种感觉，刚旋起来。我还没跟着哈，刚刚跟着站起来还没跟着旋起来的，这个时候我的闹钟响了，非常遗憾，然后就完全的把那个状态就打破了啊，就过去了。然后这次就是说这个很遗憾没完全体会到这种感觉。那还有一次感觉就是非常印象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说有一次在早晨就马上醒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我突然就看到本尊呢啊，那个时候在马德里的市中心住嘛哈，我就看到本尊躺在我客厅的沙发上，但是呢就是说本尊就非常的高大，虽然躺着我感觉像个巨人一样很高大哈，就非常清晰哈。然后我一看，哎呀，这不本尊吗？这太感恩本尊了哈，就内心非常的喜悦哈，非常的赞叹哦，哇，终于本尊在我家出现了啊。然后我就赶紧拿照机，我想赶紧那个照相啊，我就得拍下来非常振奋的震撼的这个时刻啊。然后呢我就拿起相机来怎么拍呢，就摁不了啊，感觉就摁不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像本尊也知道我这个意思了啊，他就那个时候我是在床上躺着的，看到本尊躺在沙发上啊。然后我这个时候呢就看到本尊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他就说马丁你过来啊，就是你坐下。然后我就站起来之后呢坐在这个客厅的中央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有个小板凳，我就坐下来。其实家里是没有这小板凳，然后就坐下了。坐下了，就是本尊就说：“马丁，我加持你。”然后本尊用他的非常有力量的大手摸住我的头。当摸住我的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一股气流一下子哈，非常非常强烈的气流，咕咚咕咚的这个气流就往下从我的大乐门哈，从我的百会这个位置哈，头顶就往下灌。往下灌呢哈，就是说一直灌到我的丹田，灌到我的丹田这个位置，小肚子这个位置，就感觉哈就非常强，这股气就下去了。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到我的眉心呢就是跳，眉心跳得非常厉害，就像脉波一样的嘣嘣嘣嘣嘣嘣这样跳，就那一天的那个就是感受是特别强烈，感觉哈内心反正非常喜悦，就感觉还感恩本尊哈这么的加持我啊，让我感觉到如此的这个能量哈，本尊道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家的感觉，终于啊有了一种啊，就是能够让我真正的哈在生活当中体会到的这种啊，就是回归本心哈，能够天人合一呀，能够与光啊，能本尊大光体，还有与自己的肉体哈和本体合一的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后来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也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到西班牙嘛，这边都是西餐厅比较多哈，吃饭都吃于西餐厅。然后那个时候马云龙呢就经常说，你要去体会，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要去感受体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包括我经常，因为我几乎每天都看本尊道的视频，我只要有时间就看，有时间就看啊，我就投入其中嘛，跟着本尊在视频当中引导去走。我大概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到现在为止大概看了5遍吧，啊，就是说从第一集啊，那时候是到92集，后来到95、96，一直在看，大概应该是看了5遍，啊，就是从第一集看到就是最后一集，我算了一下，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从头到尾看完一遍，是200多个小时吧，还多少？反正就坚持嘛，在几个月之内哈，就，看了第一遍，我是清楚是2个多月看完的。后来就是有时间就看，有时间就看，就是到现在也是一样，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去，打开视频就看一集哈，就是要更有更多时间看2集啊，就这样子。那在生活当中体会当中，我也经常会去，比如说我现在坐在我们道场的沙发上哈，我也会去想，哎，我在那个房间的情景，我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我喝咖啡的情景，或者我昨天干嘛的情景。经常回忆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是在餐馆里头吃牛排，会感受牛排的那个味道，喝这个汽水啊，感受这个汽水味道哈，就是包括橙汁啊这种加冰块，杯子凉凉的，然后呢哈，这个手摸在冰块上这种凉的感觉，然后观想到一杯绿茶，比如说现在是敬给本尊啊，就是一杯茶。感受到本尊的分身在我身边，然后就坐在我旁边冲我微笑，然后这种景象，还有吃牛排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吃甜点哈，吃蛋糕的感觉，还有今天我也是哈，在我们马德里的道场哈，也是供养一个蛋糕哈，放在这里哈，恭请本尊分身享用。就是说这个每天哈敬茶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感恩本尊分身，感恩大光体，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感恩我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我的感受哈，还有感恩我这么多同道哈，就是帮助我哈，通过学习本尊道认识很多道友，他们有就是带动啊这些非常就是无私的这种帮助哈，没有任何条件的帮助，无私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开心哈，非常的开心，非常感恩哈。今天是非常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有准备，我也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言哈，在这样的就是本尊的寿诞哈，这样的一个生日会上哈，这样子一个赞誉会上，我有机会从遥远的欧洲啊，在西班牙能够赞誉啊，赞誉本尊道，赞誉本尊大光体啊，赞誉啊，我能够拥有，我能够与自己的分身哈去对话，我非常的开心，我就感觉到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分身一直陪伴着我啊，一直陪伴着我。其实曾经照相的时候也照着过几次，照完了之后看到这都很久很久以后了，然后这个照片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张照片是没有学习本尊道的时候照到，在朋友家照到一张照片啊，我坐在桌上，那个时候是帮助一个巴拿马过到西班牙来的一个朋友来治病，我给他扎针灸干嘛的，我们在朋友家一起吃饭，然后地图上还有另外一个我，就是墙上有个地图嘛，拍下来之后地图上有另外一个我，这是后来发现的。然后今年也有一次吧，今年就是扎针灸的时候给客人就工作的时候，是有一张照片拍下来，好像是我的2个影子。当然就所有的一切哈，就是我不会去找一项，我只是感受，就是在学习本尊道的过程当中这些一些点点滴滴的体会，我能感觉到就是我的分身一直在陪伴着我，然后生活当中经常发生心想事成的事情，比如说工作上有时候安排不开了哈，预约客人安排不开的时候，我会去想让他晚来一个小时，或者是让他改在明天，基本上这种想法都能够心想事成，都能够让我感觉哦，真的就是我的分身在帮我，很多事情有的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就马上会感觉到哦，这个绝对是分身在帮我，帮我解决的事情，反正是非常开心哈，就是有我的分身陪伴哈，有本尊大光体哈，就是每一场开示我感觉真的非常开心，以后呢哈，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哈，让我的分身哈能够走出来跟我们一起对话啊，然后让本尊思想宋其利思想能够在欧洲也能够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只要是哈能够
真的是渴望本尊道啊，然后尽早的能够发现原来自己的肉身真正住着自己的那个分身哈、啊、自己的老灵魂。实际上我们真正要求的是我们自己。非常感恩，那我就就是说说这些吧哈，就是非常感恩，非常感谢马丁会长您的分享跟赞誉。生日快乐啊，感恩我们这次哈、啊、新竹的道场给我们提供这次机会啊，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好，占用大家这么多时间，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好，就说这些。再介绍我们马兄非常优秀哈、哦，他是一位医生，然后比如说在治病的时候、嗯，很多有新冠肺炎的一些人来找你，对不对？现在在就是说治病的过程当中呢，哈，就是说我也会去就是观想本尊全身分身出现，然后观想整个房间都是光啊，天官国王出现，然后去加持哈、啊，就帮助自己健康，帮助病人早日康复，就是说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心愿，只要是病人是扎针的时候或者是趴下的时候啊，躺在床的时候，我会这样的去观想，我这样的观想啊，整个房间充满了光，然后用自己的内心哈、啊、自己的本体哈、啊、跟这个本尊全身分身沟通哈、啊、帮助他让他快一点好，就会是这样子，然后感觉就是很开心的，就是很顺利，很多的就是客人的病好的也是蛮快的，就是这样。意大利的陈会长有在线上吗？有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啊，请您先用你们当地的语言跟本尊恭贺中秋节快乐。能听得清楚我说的话吗？可以，非常清楚。好，首先今天非常高兴共同和各位同道啊庆祝本尊的诞辰啊。可以用你们当地的意大利语言来恭祝本尊中秋节快乐吗？感本尊，auguri compleanno本尊。关关也说一下，陈关关也说一下，感恩本尊。啊、对，关关是本尊亲自给他授记这个名字，请您可以开视讯吗？对，想看看你们。可以。感恩本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先看一下陈关关。现在两岁半了，等一下。视讯在哪里呀、啊？哎，这对这样 OK， 感恩本尊、啊，太棒了。我看一下本尊呢、啊。这是光的儿子哦。来，哇，太棒了！现在几岁了？嗯哼，现在两岁半，不光两岁半。听说他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要求本尊跟他赐宝号，赐。他是做梦的时候，他妈妈怀孕他的时候啊，是，他就取了，我已经给他取了名字了。他做梦的跑来找我，还没出生吧，大概还有一个礼拜出生哦，啊，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我的名字呢，知道吧？我说我已经给你取好了名字了，你难道还不满意吗？他说不满意，知道吧？那不满意的话呢，我第二天早上我就早上醒来，我一下子醒了，我就说，哎，关关说不满意，是吧？儿子说不满意的名字，那怎么取呢？刚好我们。每天经常的跟本尊会跟本尊那马玉龙啊，都在视频嘛，我就问请示本尊了，本尊说他给他取个名字，他可能就需要他自己的新的名字了，啊，哇，太幸运了，就请示本尊赐个名字，请本尊请示个名字，他就叫天冠光，恭喜啊，真的是太幸运了，那在今天特别日子的话，请您跟我们分享赞誉，感恩本尊。好的。那关关先说一下好不好？说感恩本尊，来说一下，正好，说一下感恩本尊。嗯，坐好。OK。他到处跑，对，因为我今天老婆不在家，我带他。非常感谢本尊哦，本尊道。在我这两三年来给我们的一种怎么呢？精神寄托啊，还有呢，让我们走向道的回归，就回归本心，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也是学习佛教的，佛道的，佛教的经书很多，没有
很明确的说明如何的，就是说呢，认识我们的法身，把我们的分身，一直在这看经书、看经文，直到认识本尊道，听到本尊的开示，让我非常的开心，知道了原来道就是这么简单，本尊道把这个道讲得太简单了，所以一下子我的头脑啊就灵光一现，这个才是我学习的一个道。本来是佛教里面经常有讲的，就是说法这个经啊是不能用语言来讲的，我这句话都不理解，一直以来都不理解。后来经过本尊道的开示，我看完了，从头到尾看完了90几集啊，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原来道是这样简单，大道其简，原来是这么简单，这句话讲的道理就在这里。嗯，好，再感恩一下本尊，好不好？感恩。所以我呢，今天呢，再一次的借这个8月15，感谢感恩本尊，代表我的全家也一起感恩本尊。我因为我是一个华人嘛，在意大利，是，所以我一认识本尊以后，我认识本尊道，也想着本尊应该这么好的道，应该在意大利啊，也要给他分享出去，也要给他传播出去，所以我在这里呀、在。那是加入本尊道会员以后，大概1个月以后，我呢就在意大利也建立了一个本尊的分身办事处。随喜您。本尊分身办事处，有幸，那意大利的华人、意大利人也有福，认识本尊道，让他的返身圆满，生活幸福。我自己认识本尊道以来，家里的人都非常幸福。孩子嘛也很好，特别是刚刚出生的这从天光光的小光光呢，他呢以前呢他八字里面排说要给他找一个神明做护佑嘛，我后来我知道那个道长说了，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加入本尊道了，只要请本尊护佑就可以，本尊赐了个天光光给他，是吧？是啊，现在他这一岁多了，又长又健康，都非常开心，所以我全家也都加入本尊道，包括我爸爸也加入本尊道，全部都加入本尊道。我爸爸呢加入本尊道以后呢，在家里挂了个本尊的照片，因为我爸爸在中国嘛，我照片是这边寄过去的。他有一天晚上看了照片，看了看了，他说这边的照片，这里面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本尊的照片啊，这个挂在墙上啊，人很多人出来呀，知道吧？很多的本尊出飞出来，这是为什么？他吓了他一跳，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在睡到半夜三更，突然看到照片里面很多像跑出来，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我说这恭喜恭喜啊！我说本尊都拿来我们家里来了。所以他我爸爸听到以后哇，心情非常好，然后跟我说，那再给我来几张照片挂在家里，啊，后来我又给他打了很多张，把视频关一下啊，儿子 ，OK， 我再次还有特别感想的一次呢，就是说，也分享一下，就请教各位同道，也就是说，学习本尊道的话，很简单，学习本尊道就是说。本尊道的实相啊，实相里面要多练习，这个是对我最大的感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看着这个实相，实相很重要。实相就是本尊道，把所有的法，84000法都融为其中的一个经典。好的，我的赞誉，就到此嘛。还有再感谢。再感谢各位同道啊，这3年以来，我们一直共同修行，感谢陈玉龙，非常感谢会长，感谢各位啊，安成兄，马玉龙，你们我们一起真的很感恩、见证本尊的奇迹啊，一起见证本尊奇迹，希望更多的意大利啊，意大利华侨华人
也加入其中了。